访嘉宾张豆仔登场。今天是被邀请参加首映礼的张豆仔，我们现在准备给张豆仔开出发图。让静怡送你个祝福好不好？这马上就要步入工作岗位了。我觉得毕业其实是一件人生大事，希望你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很顺利、很开心。开心，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看到最后，就是女儿结婚的那一幕，我觉得特别感动，然后眼泪刷刷的流。然后想也请问一下静怡，就是是如何这么能够带给观众共鸣，然后和父女关系也是怎么理解的，然后怎么做到这样一个角色？谢谢。其实我觉得，虽然可能每一个角色不同，但是所有的人都有一样的情感，情感都是共通的。所以不管是对于父母，对于母亲，不管是周薇与张静怡，还是说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其实都是有相同的感情。我觉得就是对爸爸呀，对妈妈就是珍惜，然后对他们爱。对，好电影提前看，祝电影人生路不熟，票房大卖。小狗，我要来参加电影首映礼啦。豆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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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看看。